嗨，大家好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去学怎样去换这个开门的方向，左还是右 ？OK， 现在我们的门你可以看，我们的 lock 是关着的。OK， 怎样知道它是关着？它的 lock 全部出来了，看到吗 ？OK， 它是关着。现在我要把这个门开掉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密码还是你的卡 ？OK， 你去按它。OK， 当你按它的时候，它开不到，没有方向。这样当你要去锁它的时候，它去开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是错的方向。所以如果你要做，很容易 ，OK， 不要紧张，可以去 setting。输入管理员，你可以用你的密码也是你的卡 ，OK， 你按第三，去第二 ，OK， 你换方向。如果你放右边，你就换去左边；如果你放左边，换去右边了。现在我要换去左边。操作成功，你触出去，触到完 ，OK。现在门是关着的 ，OK。现在你要 lock 掉它。你可以按你的 lock 多一次 ，OK。等到时间 ，OK。它开了，它关掉了。现在你用卡开 ，OK。谢谢。